哎，卢台长您好。你好，你好。哎，卢台长，给您请安。啊，谢谢，讲吧。哎，哎，你想，我想问一下，您帮我看一下好吗？我女儿是2007年啊，2月份的。2007年2月份的，嗯。对对对对。属什么的讲？属什么的？啊，就是您帮我看一下，因为他这呢，有的属相呢说他是属猪的，有的人说呢他是属那个属狗的。他正好就是在这个阶段，就是我现在也就是你现在问问你啊，你那个农历是什么了？农历的话他是那个30，农历30不就还没过年呀、啊、没有过年，但是呢就是说有的算命的那时候说呢，就是过了立春呢就算是那个新的属相了。哎，那我这个方就不是很懂。 别理他了。嗯，哦，按照就是那么就是按照农历算的。按照农历算的话，那么就是应该是属狗的。对。哎，那您帮我看一下好吗？几年属狗的？啊，2007年属狗的。女的？哎，对对对对对，是女孩子。想看什么奖啊？啊，她就是说，我就觉得她读书方面呢，非常那个心就很散，就到现在还用心不了。嗯。就说您帮我看一下，她是身上有灵性。是是。我现在已经在给他念小房子了。你有教过孩子，听得懂吗？是是是是这样，在他身上，在他身上，嗯嗯嗯嗯，看不就看到了。哦，是这样。那么我就是说，跳来跳去。对对对对，他心静不下来，非常非常，就是比较野，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啊、嗯。听你讲还听我讲啊？哦，对不起，卢台长，您说您说。话不停的。你叫我看还是你看了、嗯、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是是是，对不起对不起。自己想想了。嗯好好的念小房子给自己这个给现在要给女儿子身上的灵要灵的要念小房子了。对，我一直在念最近。念几张了？一个星期三张，每个星期都是三张。你说够不啦、嗯、每个星期三张啊，你开什么玩笑啊、嗯、人家一天就念七张了。行行，那我就是说需要给他念多少张呢？心散了，心散，像他这种至少49张。49张，我就抓紧先给他，然后是不是一波一直就是给他念下去是吗？啊，念到他心不散呢，而且还要给他叫魂。嗯嗯、哦，他那个魂魄不齐是吧？对呀、啊，你看看他做哪个思想集中的了，做哪个事情思想集中的了？是是是是是是。嗯。哦。那就是说，就是我就是一直这样的话，就是还能就心经，我现在每天给他。他现在几岁了？啊、9岁，马上要。有这么小了，早了。嗯嗯。魂魄真正人家魂魄长期是12岁。那么我现在还需要给他叫魂吗，卢台长？叫呀、啊。早上、就是每天。早上给他叫讲讲嘛就好了。是是是，叫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呢？没有，2星期就好了。两个星期哦，然后就是说把他赶快的身上的药精者那个给他念掉。那么是写他的药精者还是写我的孩子呢？他药精者。他的药精者是吧？啊、嗯哦，好的好的。那他还身体上您觉得，嗯，腰不是好，嗯，而且他有的时候会有哮，有一点哮喘呐、啊，对了，有一点那个皮肤过敏这些也都是这些问题，肠胃都不好、嗯，经常吃东西吃不下去，是是是呕吐。对对，他小时候吐得非常非常厉害。哎，我跟你说了，嗯、是胃水倒流。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小时候就是喂他饭，喂的一口没喂好，就全部就吐出来。是睡觉也不好，那都是那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在他身上是吧？对。OK。生出来不久就上他身了。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学了心灵法门，就感觉就是这样。小时候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嗯，晚上你要叫他好好的，好好的，你帮他念经，以后要培养他，让他自己也要念，否则的话，是是是，否则的话，这个灵性在他身上老不走的，很麻烦的，嗯。哦，是吗？是我的小孩是吗？对呀、啊，你的小孩是因为你自己弄的时候太狠了。哦。啊，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你们都不懂，打他跟杀人一样的。对对对对，不行，不行，是是是，现在非常非常后悔，要忏悔。啊。